我看着你的后面，我有在那边那块扫下。彩色椅子那些瓷砖。因为呢，这个它有人体工学设计，它让我们靠。所以呢，你没有那个背后背包拿出来之后呢，你给它看，很舒服。你的腰部差不多啊，有。那这个说的就是靠腰。靠腰。好了，再回过头来看看你的屁股后面。屁股后面有没有一个白色的东西要凸出来？有。今天被吵醒。靠屁股啊，靠屁股啊，就是靠屁股，因为它是挡着你的屁股，要滑下去。谢谢的，古时候的小姐人家没有穿牛仔裤，人家都穿丝袜。所以呢，这两年说过了，关系紧张，淑女的风寒都不见了。所以以前的礼仪重要啊，淑女做的要淑女样子，绅士要绅士样子啊。所以呢，来你坐上屁股上碰到那个半圆形，你就觉得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坐正。哦，就是你看看啊，你看见啊，这示范表演啊，淑女的样子就做出来了啊，所以它有这样的功能啊。然后呢，来站起来，看你的椅子后面，是不是有小耳朵啊？对对，它是自己的啊。哦，它这个是，嗯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旁边有没有狮子的头？狮子的。有个轮啊，那你再换口罩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在这边一直绕圈圈哦？好吗？就是吧。对。好，来，我们刚刚说整个这个游戏。